全船泡水试试啊！看一下啊，直接泡水里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拿起来啊！啊，把水倒掉。看一下啊，船的话还正在正常工作啊，刚刚没有断电啊。看一下啊，直接可以走啊，都能正常工作啊，没有问题。拉个渔网试一下啊，渔网直接挂进去啊，挂好之后来走，照样拉网啊，拿个泡水的照样拉网，全船的配件全部是防水的啊，不用担心，船上面的盖子也都没有盖啊，不用担心进水啊，配件全防水的，放心玩啊。好，为了展示效果啊，拉完渔网之后咱们进渔线解钩，穿钩之后船开回来就可以了啊。